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《极品家丁》，作者语言，演播猛哥，第292集。皇帝来了，林婉容心里一惊，这老头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，里头大有玄机呀。参见皇上。大殿中众人纷纷跪倒在地，高丽使节起身长身一揖，没有下跪迎接。胡人使节阿史勒则是鼻孔朝天哼了一声，济公武术还躺在地上，更说不上相迎了。进来的这人看起来50多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面孔红润中隐藏着丝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苍白，嘴角带着微微笑意，眼中却是闪过锐利的光芒。一袭团簇龙袍，脚步缓慢而又威严，虎目扫处，无人敢与他对视。那凌厉的气势，不用说话便将众人压了下去。虽是隔着好几个月了，林婉容仍是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进来的大华皇帝，便是当初在杭州灵隐寺外相赠金牌的那华服老者。果然是他，难怪阅兵之时故意不召见我呢，却原来是老熟人。林婉容心里一喜，这老熟人做了自己老丈人，我和清玄的事情他应该不会反对了吧。都起来吧。皇帝往龙椅上一坐，双手虚抬，威严喝道：谢谢皇上。众人皆起身位列两旁，皇帝虎目一扫殿中三把大椅，微笑道：哦吼，这几位便是诸国来的使节吗？阿史勒傲然一哼，算是回答。皇帝眼中冷芒一闪，旋即恢复了正常，指着阿史勒道：这位长相与我华族大相秉异的是哪一国的使臣啊？苏慕白甚是机灵，一看情形不对，便急急上前道：启禀皇上，这位便是来自突厥汗国的使节阿史勒大人。突厥汗国？林婉容心里一惊，这丫的不是早归顺大唐帝国，后来又被回纥灭了吗？怎么到现在还存在？徐渭站在他身边，看见他神色，便知这人是个史盲，忍不住解释道：林小兄对这突厥汗国怕是不熟吧？这突厥原是铁勒的一支，传说其祖先与狼结合后生下十男，十男长大后各娶妻生子，各自为一姓，后来突厥人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，被迫迁居于金山南麓。后来突厥灭柔然，东走契丹及西，北并契古，势力日渐强盛，辖境辽阔，东自辽水，西至里海，南达阿姆河，北抵贝加尔湖，汉庭设在于都金山。什么姆河？是什么儿湖？是什么金山？林婉容听徐渭的解释，头都大了。徐渭道：这些地名都是前朝的游历和尚笔记所出，老夫也说不清个所以然，大概就在漠北一带。这些胡人是由奴隶演变而来，体态雄伟，凶悍无比，与我大华交战多年，胜多负少，占了我北方大片土地，至今尚未收回呀。林婉容当然知道突厥是干什么的了，他们的势力遍布中亚、新疆，甚至土耳其，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了。历史上记载，突厥曾多次归附于唐朝，又多次作乱，被大唐征伐，直到后来被回纥所灭。当然这些都是他前世的历史了，但在这个世界里，突厥却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，直到今天还在对大华构成着威胁。突厥比加可汗特助本使向大华皇帝问好。阿史勒点头道，语气生硬，全无一丝尊敬，轻蔑之色一览无遗。皇帝脸色不变，略点了点头，算作回答。
继而转向那边空着的椅子，眉头皱了皱道：这东瀛济公武术王子何在啊？苏慕白还未说话，那边济公武术才略微转醒，神志尚不清醒，他的两个护卫大声道：吴王子被你达化臣子所伤，我回去定要向天皇陛下禀报，发兵征讨你达化。大胆！殿中徐渭开口怒声斥道：此乃我大华朝堂之上，哪儿容你化外之民撒野。他双拳一抱，躬身道：皇上，老臣请求将这二人重责，以儆效尤。不可！苏慕白急急出列道：禀皇上，禀徐大人，今日乃是东瀛王子以礼拜见我大华皇帝，并无错处。我大华乃是天朝上国，礼仪之邦，如何能对使节上行？武术王子重伤，乃是林三擅自动手所致，在文华殿这等神圣庄严之地殴打他国来使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仅伤我大华声誉，更有损国体，还望皇上明察。皇帝神光如电，虎目一扫，望了那两个护卫一眼，那二人如何能抵得住他目光，双腿一哆嗦，竟是跪倒在地。徐渭见苏慕白把矛头对准了林三，便道：禀皇上，此中另有隐情，是济公武术王子辱骂我大华在先，林三愤而不平才动手的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《极品家丁》。哼，林三何在？皇帝哼了一声道：哦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林婉容笑着迎出来一抱拳道：哦，皇上你好吗？啊，好些日子不见了。徐渭吓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这小子不要脑袋了，竟敢如此对皇上说话。皇帝听得微微一笑道：哈哈，的确是好久不见了，你来说说为何要与武术王子冲突啊？林婉容一惊道：冲突，此话从何谈起？是武术王子说我大华臣民皆是病夫懦夫，我为了验证他所言为虚，才让他亲自体验一把，何来冲突之说？苏大人，请问我说的对吗？苏慕白沉吟道：就算武术王子有言不敬在先，你也不应该拳脚相加呀，毕竟是一国使节，你这样善用武力伤人事小，却折损了我大华的名声，酿成了外交纠纷，将来他国来使还有何人敢与我大华相交？非也非也。林婉容摇头道：怎么会是外交纷争呢？苏大人，饭可以随便吃，但话可不能乱说呀。苏慕白道：我哪里乱说了，请皇上明鉴。林婉容一笑道：嘿，方才苏大人说武术是一国使节，此事乃是外交纷争，对也不对？正是如此。苏慕白沉声道。林婉容大笑三声道：哈哈哈，错了，错远了，请问苏状元，这东瀛是否是我大华的臣属国？苏慕白沉吟一阵，徐渭接道：确有此事，昔年太祖建国之时，东瀛曾有来使呈上国书，附属我大华，此奏表仍保存完整，已被查阅，林三儿所言非虚。皇帝嘴角浮起一丝微笑，这小子每次都能给人意外呀。林婉容朝徐渭竖起大拇指道：徐大人果然博闻强记，小弟佩服，这样说来就没有疑问了。既然东瀛附属大华，那东瀛便是我大华的臣民了。我林三虽然平庸，却也是大华一介小民。请问苏大人，两个臣民打架，怎么与外交纠纷扯上了？难道你要将东瀛独立出去？这如何能行啊？就算你愿意，东瀛也不能答应啊，人家可是上了奏折的。他这解释极为牵强，苏慕白却是个聪明人，林三这话暗含机关，自己说他对也不是，说他不对那就更不是了。哎，要说我做错了的地方呢，也不是没有。林婉容唉声一叹道：就是在这文华殿打架，实在有伤国体，小民有罪，
不过这个东瀛的小鸡公却是先侮辱我大华千千万万子民在先，我一时冲动才去打了他。说起来他的罪过更不小，我与他都有罪，皇上小民请辞。皇帝忍住笑惊奇道，你请辞？你请什么辞啊？林婉容大声道，小民在金殿之上与另一位臣民打架，双方皆有过错，小民自感惭愧，请求皇上撤去双方所有的官职。好，那相国寺的园子我就不要了，打仗的功劳我也不领了，不过那东瀛天皇也有过错，也请皇上将他撤了吧。此言一出，满座哗然。那东瀛虽是附属，却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谁曾把他真的当作过大华属国？林三真敢想啊。皇帝哼了一声道，哼，你二人果然都有罪，如何处置待朕再想一想。嘿嘿，皇上圣明。林婉容嘻嘻一笑。徐渭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，这林三的一张嘴可真敌十万之兵啊。苏慕白急忙道，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草率，这邦交无小事，若是处置了济公武术，失了礼仪，以后还有何国敢来与我大华交往啊。皇上沉吟一阵，对林三道，林三啊，你作何看法呀？狗屁礼仪，美国人和谁讲过礼仪呀？还不是百鸟来朝，自欺欺人罢了。林婉容摇头道，我不同意苏大人的看法，何为外交？在他眼里，礼仪便是外交吗？错得太远了，弱国无外交，外交是要靠实力说话的。济公武术为何敢在我大华土地上如此嚣张？便是他认为我大华国力积弱，可以任他欺负。若是他这样侮辱了我大华国人，我们还要忍气吞声？试问这还是礼仪吗？试想一下，若真有一天东瀛的国力超过了大华，那会是怎样一种景象？他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继续讲究外交礼仪呢？这一席话让众人沉思良久。我大华素以礼仪之邦自居，国不分大小，都是以礼待之，可换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？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